大家好，我是一六，欢迎来到我频道。今天呢，我要带你们逛一逛英国 Canterbury 的圣诞市场。不好意思，因为我窗户刚好在隔壁，所以就有一点白，请见谅。这个影片我已经录了第三次了，第一次录到一半突然下起了大雨，第二次因为是星期日，人太多了，太挤了，根本拍不到。第三次我选择了星期三。终于成功了！好了，话不多说，现在我们就一起去吧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我们到达 Canterbury 的圣诞市场啦，虽然今天是星期三，但是街上还是很多人。这里是卖手工艺品的，然后隔壁是卖包包啊、围巾，可是这些风格就有点不太适合我，可是老奶奶就很喜欢。这里就是卖不同口味的 fuchs， 然后就卖一些冬天的物品，如拖鞋啊、袜子啊、衣服啊、被被，再然后就是一些玩具，还有一些圣诞物品，我就不一一说了。终于到我最爱的食物区啦，有卖非洲食物，还有这个是我最爱的 Churros 店，也有西班牙饭、汉堡，还有地方可以喝酒。这个圣诞市场也有卖很多蔬菜和水果，都比超市便宜很多，我都爱来这买。这个小档口是卖各种的焦糖花生，不好意思，太专心录视频，没看到你和我打招呼。还有这里还有卖很多花花草草，过后又是一些包包。冬天嘛，所以就卖很多保暖的物品，也有卖很多圣诞主题的衣服。里面就是卖面包、糕点和饼干，接着就是一些英国风的碗和碟。这里又是一些衣服，还有相框。终于走完了一部分的圣诞市场，现在带你们走另外一边。哎呦，我差点又没看到他和我打招呼，但幸好我及时把镜头转回去，和他说一声 hello， 然后走走走。到一个卖甜甜圈的档口，我又深深地被它吸引，然后不知不觉地掏出了我的钱包，买了两个，然后再走啊走啊，就是各种不同的档口。这里是卖皮做的包包，然后这是一对可爱的夫妇。这里的人真的很友善，看到我在录视频都会过来和我打招呼，真的特别温暖。这个食物摊我也有试过，我吃的是芝士通粉。哦吼，我看到了仙女，仙女都下凡来逛这个圣诞市场。然后这边全部都是卖食物的。到了另外一个卖甜甜圈的店，我又不收工资的又买了。这个圣诞节我真的会增胖很多，都怪我这薄弱的意志力。接着也是各种甜品和圣诞的汉堡和面包。其他的和之前的差不多，也是卖一些饰品。这里就是卖不同口味的橄榄和抹酱。好啦， Canterbury 的圣诞市场
就差不多都已经逛完啦。